不错，竟然能与绝刃王旗鼓相当，那是我赢了。嗯，绝刃王飞出了场外，按规矩，这场对战是你赢。啊，太好了！前辈，承让了，我可没有让你，是你凭自己的实力获胜的。接下来你就拼尽自己的全力往上冲吧，祝你好运。谢过前辈。 这小子竟然能打败绝刃王，果然不一般。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他的力量这么强，真的太痛快了。空有蛮力可不行。啊！自神尊使，你别老是神出鬼没的。呵呵，就让我看看他有多灵活吧。呵呵，啊啊！谁呀？ 我是紫神尊使，是你下一个对手。前辈你好，哼，身板不错嘛，来吧，看看你能不能跟上我。跟上你？那么开始了，嘿，太厉害了，这可有点慢哦，那可以开始了吗？ 自身尊师的身手这么灵活，他的陀螺一定也非常的灵活，一定要小心才行。可以，来吧！嘿！呀！嘿！呀！嘿！呀！ 无论如何，都先提高速度，拿到优势，抢占先机。上啊，赤炎神龙！这么不谨慎，一来就加速。这才对呀，抢占先机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看好像……你们安静点儿。就让我试试你的身手吧，跳起来吧，追风迎上。 闪神龙，嗯，反应厉害，不错。啊！好险，差点被击中了。赤炎神龙，该我们反击了。气势不错嘛，不过你可别小看追风灵兽哦。 躲开了，赤炎神龙，再来一次！好灵活呀！呵呵，还没完呢，追风灵兽！
看来这小子要交代于此了。不，我能感受到他的身上还有未爆发出来的潜能。赤炎神龙快坚持不住了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我会让你体面的回去。不，我绝对不会认输。赤炎神龙，你还是放弃挣扎吧，继续防御下去是没有结果的。谁说我要防御？ 赤炎神龙，我们反击！什么？这小子竟然把追风灵兽引诱到边缘卡住，来遏制他的行动。 实在是惊为天人的操作！哇，我居然被抓住了！啊！哇，成功了！<笑>你的战术很独特，你真是有点天分。哎，前辈过奖了。那。 我就先上去了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接下来的对手你可要格外小心啊。谢谢前辈提醒。啊，说不定他真能到塔顶呢。该我了。不，是我们。人呢？ 有人吗？我是来挑战的。上来，我们在上面。上面，我们。快点儿！来了，还不赶紧过来？好的。怎么都这么壮的？既然来了，我们就一起上吧。也行。这不公平吧，前辈？敢来就开始吧。别耍愣着。你们不讲武德。确实不好，就帮你一把吧。这有两个赤炎神龙。 可又有点不一样，这该不是？哼，就是他。现在二对二，公平吧？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不过既然他这样帮我，我会全力以赴，绝不辜负他的好意。想打败他们，要让两个赤炎神龙彼此配合，发挥出不一样的力量才行。对了，这就是破局的办法。好的，赤炎神龙，不是赤炎神龙们，我们上！ 哼，想逐一击破，先冲我来嘛，那就来吧！哼，可别忘了我呢！
这叫以彼之道还治彼身。你这思虑尊师，你看准点儿。相同的错误我是绝对不会犯两次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再来。你别躲呀，有本事这边来。我就不，蝎子乱阵脚，被他给影响了，少来。小子你别跑，别追，他这是引人入垢。不对，是引尸入垢。这招引尸入垢怎么样啊？你别磨蹭了，我们一起上。好，就让你们看看我如何破阵吧。是我们一支，是时候了，赤炎玄龙。什么？什么？这边来呀！什么飞起来了？等一下，不对，快躲开！来不及了，赤炎神龙们，击败他们！你厉害。还行。多谢夸奖。那么两位尊使，我上去了。去吧。行，走吧。谢谢了。每次都是你，就不该听你的。你也没有听啊。那你就别说呀。小乙尊使，谢谢你，期待着和你的战斗。于恒子，我也期待与你一战。